JOKE，我靠，这还要折半了，搞什么东西？想都没想过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哎，真的嘞，哦耶，随便放，随便游。然后呢？哦，我知道这是柜子的，这是柜子的。不是这里，靠边，我忘记了。I'm sorry。啊、哦，好，应该还会记得。不是这样吗？耶、yeah！顺序已经出来了。我觉得我那个，我刚刚那是白写的，该死的，跟八七一样白写。我们已经有顺序了。好的，假扮英坤，快点，走错边了，我又迷路了，不是这里，今天不能倒带哦，因为我现在直播在测试一个叫做低延迟、超低延迟的一个测试啊。看一下有没有跟以前状况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以前开的都是算是高延迟的一个直播，这次使用了低延迟之后，它没有办法回放啊，所以说你们现在也没办法看得到，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先等记录档了。哦耶！哦，镜子，哎呦！三小吓死人了！哇，原来是牌组，难道这就是神之牌组？噔噔噔噔，嘿，儿子，非常美的一副牌，把它给我，这样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玩了。不要啊，为什么给你？啊？谁拿到最高的牌就胜利了，七点。轮到我，那。哇，这么快就输了、哦？够了，我已经厌倦了每一次都输，每一次总是不断。妈妈和男管家也常赢，所以说杀掉管家跟妈妈是他。我永远不会再输了，永远不会。哇哦！我把老爸杀了。不管你在玩什么，你必须玩到最后。哇塞，原来这个低人儿是飞牌小李飞刀专家，好屌啊！是怎样？三个男人，扯！肥仔牌组啊，先生们，这情况很严重。我们只剩四个人，奥利佛还没到，我很担心。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让诊所保持运行。我们的经验啊，我们的实验不能停。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合作伙伴。此外，我们伙伴奇怪的死亡开始引起了当局的注意。我们搞什么实验？哎呀，就是这四个人，安娜贝尔。被附身的，然后这个恐怖的儿子，我有点忘记后面这两个了，因为长得实在太像了。伙伴们，这是万圣节前夜，我们今晚去不给糖就捣蛋，但我们需要面具。
我的父亲把我的面具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，我将找到他。哇，这是小孩子，这个已经被附身了啊。然后这个是杀人，杀人小孩啊。然后这个是谁啊？其实我真有点忘记他们后面两位了、欸。这是干嘛？这是可以出去外面哦。哎、欸，可以这样子出去哦，外出哦，这么酷。恶作剧之夜，拉过来是什么？游乐场。这是有两边开始解谜了吗？开始走双向道了是吧？哎，娜娜安安，把马杀掉的那一个，把马杀掉是这一个吧？啊，最前面那个是谁啊？有点忘记了。杰森，搞不好杰森就这样出现了，在干嘛？为什么只有这个是一颗眼睛？这个鸭子是畸形吗？孩子们，我们在讨论重要的事情，去别地方玩。宝贝儿，哇 ，pretty girl， 权衡真相，小心翼翼的，眼睛向下啊，思绪飘到天空。脚却在地面上，把心脏提高。看一下，跟这个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吧？哎呀，这个不能动啊，没反应。哇，这个感觉谜底的关卡更多了、欸。哇，怎么那么难啊？怎么这一关东西特别多？我最后一关了、啊。是马的好朋友。好，没关系。完全不对，药水做错了。快速增长。FECH3。FEC 这个啊，对啊，少一样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后面被涂掉了？欸，真的后面被涂掉了。然后到这边显示着12:25的样子，画一下好了。是 H3 啊，不是 F3 配方后面的那个符号不见了，被涂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。鸭子的头是雨伞的高度。好，你这样讲好像是对的哦、喔，这个有没有？可是这么多。这样子，不对啊！哎，还这还可以更低哦。这样算的吗？而且这不能再更高了、啊。来、欸，啊，随便，拿到了一个骷髅头面具。好，走开。好，我知道。钥匙，开这扇门。不对，这扇。猫头鹰三只。看没有，
我知道他的眼睛啊。每两只猫头，每只猫头鹰只有两只眼睛，总共有三只猫头鹰，总共有六件衣服。哦，这代表他眼睛是不是？哦，按他的眼睛顺序啦。我懂他的意思了。妈，这是第五。有了。啊，怎么全闭了？啊，我是用错了。啊，我用错了，这是四啊。四二六五三，耶！懂了，但是就是那个眼睛的顺序，它刚好六件衣服嘛，然后三只猫头鹰，三对眼睛，六颗眼睛，原来如此。那这个钥匙是要开哪里？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可以开吗？不行。另一栋开过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呜、哦，这里还有东西啊！深深地怀念他，1812，你不要跟我讲说英文你要抄下来啊，亲爱的母亲，妈妈挂了，这个有什么关联啊？我已经快没有纸可以写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天哪、啊！写，抄一抄吧。BRADWELL。这个是1812到1872，哇，享年60岁啊，可怜哦。好，这是他妈妈 ，Mary 什么的，我念 ，N A R Y A N N E。B R A D W E L L， 笔记一下啊。真相只有一个。李组长眉头一皱，发现没有眉毛，感觉他是四个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只知道前面两个。后面两个不知道，还是说我们后面两个改用猜的啊？反正失败就算了啊，好像成功嘞、欸。冲三小，随便猜的，我会签乐透了，太屌啦！可以签乐透了，好不好？我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我有药剂了，可以干嘛？给你喝，不行。哎，无计可施了呢。游乐场点燃，不行。名侦探老头失业了，只能靠运气了。倒进坟墓，刚倒过啦、啊。为什么又回来了？他这个拉这个进度条，感觉怪怪的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新地方哦！啊，这个是那个被附身的那个嘛？哎、欸，不能进来哎、欸，不行，只能在外面观看而已。小马跑而跑，哦，原来门用在这里哦。我们回到原本地，哎呦，这是谁啊？哎呦，给你喝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养的那一只吗？长大了是吧？哎、欸，碟烤哎、欸，麦烤，怎么多了这个东西啊？新的解谜，
好笑啊。这一关的解谜好大一张啊。我不戴面具，不能回到我朋友的身边。到。他不让我往右边走欸。该不会这个面具吧？重点我扒不下来啊。看一下提示好了，缺了什么？会播放吗？不会。这个物品可以帮助你仔细检查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一二三。嗯？它是一个重要的线索。跟眼泪有什么关系啊？管我，全部把它看完。哎、欸，我不甘心呐、啊，我只想……啊，算了，你给我就算了。我刚刚只是想说，我要思考一下，有点可惜，略过了。想说再给你点提示啊，直接把钥匙送给我，三小。还是说这边有几条绳子？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看绳子的决定拉的次数是吧？算了，回不去了，又有瓶子了，我难过。眼泪是星星的密码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让他去了。给你喝啦，爱喝鬼，喝咧！哎呦，好恶心啊！这是老鼠还是怎样啊？你的舌头被舔来舔去了吗？舔舔乐。我们这是面具的吗？我们现在有面具了吧？我们可以走了哈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哇！我戴面具了，哇，好酷哦，唱片。欸、所以说我刚刚不应该先拿到那个东西的，唱片要先放进去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是另外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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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边。解剖刀。欸，这个大脑。解剖你。哦，砍下来了，曼德拉，给你吃曼德拉好不好？我们可以走了。很棒的面具，兄弟，我将去找我的。我想我把它留在我们父亲一位科学家的家中。换人了，换人了，科学家是吧？我来看看，不是这里吧？恶作剧之夜，这是我们的那个游乐场，换他了啦。哎，刚刚是小女孩离开吧？不是吧？是，不是这位？这位结束了。哎，怎么会把剑？啊，这个这是那个军刀嘛，他爸爸的那个召唤阵嘛，对不对？召唤了恶灵。哦，下一个，最后第一个被埋没的东西。哎呦，妈砍死你！什么东西啊？哎哎哎，哇哇！啊，这是什么怪物啊？他袭击了我，我正迅速的流血致死，我应该给他致命的东西，让他。让他咬下，这游戏还会有死亡是吧？给你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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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！什么鬼啊？
影片哪时候出？明天吧。手术刀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会死人啊！哦，检查你的库存，丢进去。我、哦，我、哦，我、哦，还有这回事？沾了毒，然后我们再去喂那只独眼怪。啊，是这样吗？独眼大哥，看来也只能这样子了吧？不是你，走错边了，抱歉。原来不过是祭品。None， 被毒死了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我进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被封死了、欸，这里完全被封死了。我忘记里面那扇门长什么样子了。这是我们第一关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倒进去没有用。我记得这个地方有我刚刚画的那一幅画。的时间，可是那幅画的时间好像又不是这样子，感觉好像等一下要回去看、欸，有点麻烦、欸、哎呀，他挂了！哎、欸，他是怎么死的、啊？我忘记他是怎么死的、欸。他一直回来，我无法阻止他。我不知道我怎么，我释放了什么？也许只是一些爱可以阻止他。他是被那女鬼弄死的，是不是？解剖一下，反正我解剖刀嘛。他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没有办法解出来的东西嘛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左边三个，右边两个。这个，而且都长蜘蛛网了、欸，我觉得画一下好了。我要没有纸啦！现在拿一大堆那个看医生的那个病历单，拿来当纸。我现在这个是超级柯南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全部都要做个记录这样子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是不是？真相只有一个。母汤哦，药倒进去。待会我们先去解一下那个药，可以倒吗？不行，我们先去解一下我们之前那个未解之谜，就这个。我比较纳闷的是，它可能是要横着比哦，因为你自己看嘛，它这个 logo 是这样子左边过来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自作聪明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 ，OK， 结果没有打开，抱歉，我太自作聪明了，以为这样子很厉害，其实他基本上是完完全全照了这个上面走 ，I'm sorry， 不是最强的，哎呀。又有那个一双脚啊，一只脚不是一双脚，丢进去炸，还是我把脚还你啊？这是要放花啊？来，中脚脚，
脚能干嘛？我跟你讲说是祭品哦。哇，我卡条了。倒进去，不对，脚丢进去，这也是一颗头，现在是脚，不对，没打开。已经十点了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感觉我快解完了、欸，我感觉我快 OK 了、欸，这里没有提示，这里没提示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一封信，午夜，可是他没讲几点啦、啊，我还以为是有什么有迹可循，可以知道是几点说。可恶！那谁会知道几点啊？十二点啊！想太多了。我还是不能出去啊！谁的脚啊？提示不考，不考课了，不给提示了。1893年，1893年怎么了吗？你说要依照这样子，也不是时间的位，时间也没办法带上去啊。10:31啊，这恐怖游戏嘛，其实不太算是哎、欸，我玩到后面才发觉。大拇指那边有提示哦。啊？点树不行，点木头就砍下来，很会哦。哎，哪有人拿那个大砍刀，然后点木头，然后树就掉下来了？你他妈照理来讲，我刚刚也拿来砍树了，他不给我，然后你点木头树就下来了，你这做不太对吧？长出来了、欸，花树枝，莫名其妙。然后呢，花树枝能干什么？这给我点提示哦，插回去，不然我要生气了哦。我可以出去了吧？我没有面具。花给你，不是啊？放在培养皿里面不行。没有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提示了。干，我死定了。我要这花干嘛、啊？插在脚上。5:30，哎、欸，对齁，不对啊，为什么是5:30？为什么是5:30？把花放这里，越来越没有逻辑了。用撬棍子弄掉啦、啊，不在我这边哎、欸，棍子不在我这里哎、欸，
你别忘记了，你还有这个尾巴的这一针啊。你尾巴这一针，这个也要对到才有效果吧？哦，有提示了，选择提示，仔细检查这个地点。看第二次，信上有重要的讯息，果然真的跟信有关系耶。但是他这明明就写1983年10月31日午后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啊，午夜。这个可以化成，可以化成时间？怎么可能？1983，你要怎么把它带成时间？把闹钟调一下。午夜啊，啊，午夜就12点啦、啊。我刚刚不是调12点了？还是说我那个午夜的尾巴我没有把它带出来？是尾巴的关系。努力中。为什么他这样两个直接割得动啊？没关系，这样12点吗？这哪是午夜12点？他是要三个都指向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可我刚刚用过啦，是不是10点31分？10点31分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我之前画一张图，可是31分，这样对吗？不是，三个指都要往上指啊！有了，是三个都要指向12点。过了，过了。然后呢，装着蜘蛛的瓶子，没坑的，给你吃吗？不是。好了，装着蜘蛛的瓶子，别冲啥，放这里面。缺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缺了什么？我现在又不能出去。帮助我检查。
太快啦、啊！三角形，一横圈，一横菱形。然后呢？哦，靠北。哦，哎呦，差死你！靠北，吓死我了。他不死了吗？感觉在撕裂我的肉体。这个女人太强啦！送你一朵玫瑰花，送你一朵玫瑰花，安息了。夜窝铲子可以把它挖出来吗？哦，拿到了珍珠耳环，哦，还拿到了铁锤，赞哦！可以干嘛？我还拿不到面具耶，现在。柜子有问题。这个珍珠耳环可以做什么？敲碎你！还是不能出去。我知道这耳环是放哪里的。这个耳环是给那幅画有一个黑色的洞，有没有？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？我记得应该是放那里。当你过不了的时候呢，就按按提示吧。啊！哇，太神啦！你怎么用的？蜘蛛哥教一下好不好？这个蜘蛛也太屌了吧！我玩到我肚子好饿哦，我肚子饿了。把花放在机器上面，花已经送他啦。花我已经送人啦。爬下来，哦，没有爬下来。送你脚胶，没有用。靠呗，还可以这样搞哦。原来面具在这里啊！我天，哎，死掉了这家伙，让他挂吧。多么美丽的面具啊，我的朋友！我相信在这里我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做一个一样的美丽面具，你等着啊！这个是那个杀人魔屁孩，换我操作了。哎，耙子没用了，哇，不能爬这里了。去他的家，他的家刚没办法进去嘛？不是，哎、欸，对，是这个游乐场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先把耳环拿到那幅画上面好了。那幅画好像在这，对不对？给他，耶、yeah ，有火柴了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点灯。点灯之后就可以去他家，赞赞赞！哦耶，这是什么？让红点到这边来，我会。怎么有点难拉的感觉啊？卡条了。哦不，就要动点脑袋了，快动啊，小脑袋瓜，小脑袋瓜加油！卡住，卡住，
卡住，好像又回来了、欸。哇，感觉又回来了，哈哈，够邓矮啊，绕了台湾一圈了，笑死。这本就用键盘按吗？哎，可恶！重来，打掉重练。这游戏真烧脑、哦。对啊，解谜游戏嘛，解谜游戏都是这个样子的、啊，需要一点耐心、爱心以及关心。相信你可以的。卡住了，放下来啊！还是卡住，怎么还是卡住了？怎么还是卡住了？我又卡住了，这也不对啊！卡了。哦耶！不是这样子的。哇塞，这个也有点难哎、欸。光是这个长条状的，我就过不去了。需要有胆量的烧脑解谜游戏，作者脑袋好好，我就这么觉得。10:31哦，我觉得这是最后一关了啦。我觉得这是最后一关了，还是说你们要休息了？我可以开到今天，没问题啊。只是下一次直播要赶快把这款玩完就对了，因为这是我玩到现在这个解谜最多的一关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关了，要解四个面具。选择提示。其实我懂他这个想要干嘛，但是我懂，但是卡住了，全部都往这里推移。好像可以欸，欸，哪里错了？不对吧？像某个步骤错了哦，刚刚动一步就动路，真的吗？我是没有太多的思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想说有什么地方就动哪里。没做太大的思考。卡了，重来。刚刚拉队差一步，两个直的在左右中间，中间的两条往下
往下左边直的往右就过了。再看一次提示，这个是直接给、欸。这是过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它两根横条在右上方，两根横条在右上方。哪里过？才对啊！这样子不行啊！哎，不对哦。这样没办法再拉过去一点了。我最近练习好累哦，那就好好休息啊。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你行的，相信你自己。感觉我只到对一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只对一半哎、欸。哇，感觉有点越来越偏的感觉，是我错觉吗？哎，哇，还有啊，大哥，我有，我已经脑袋快烧掉了，干，还来啊？这个提示有没有第二个新的啊？哎，这是直接给哦，我不想要直接给，我慢慢解，慢慢解，干嘛的？我以为就一个而已哎。那、啊、接下来是长条快要贴过去这样子，搞毛呢？靠！卡住啦，卡住啦！这更不可能啊！这更不可能啊！拉过来，我居然很猛的被拉过来了，我居然过了！还有，总共有十个关卡，你屁啦！你这个给我十关，是大便啊！我们去死一死啊！这个地方的话，可就稍微要挪一下。就这样吧。
这样子我才办法上去啊，对啊。然后这边这两个拉下来，过了。哦耶！是不是很强？是不是很强嘛？啊！拍手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第一关卡最久，第二关、第三关还好。看得很爽的表情。哦，我们来了。哎，那些女生全部变成合同哎。好笑哦，这些女生变得合同哎，而且感觉等下这幅画有它的作用，连这边都不一样了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恶心！哎 欸，卡密多安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每个都在啪啪啪，呜呼！欢呼欢呼！这个感觉又有新东西了，我们待会再过来。哎，又有新东西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很简单啊，那就把所有的东西带过去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当我没带过东西吗？这么简单。简单的东西，还要我来教你？是不是？再来，多来几拜，就一个一个往下运输嘛。对不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好像卡住了，我好像失败了。某某环节出问题了，剩一颗人头过不去。做个 change 就好啦，是不是啊？天底下有谁最会跟恶魔做交易的呢？就是我。哇，斧头哥哎，斧头哥是来干嘛？耶，张开嘴巴的铁箱，砍你不行，给你吃脚不行。爹爹行不行啊？可以啊。过了，刚刚排除万难的，我已经过到很后面了，我超强，好吧，现在手边这些工具呢，能有什么用途？这边三个点，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可以拉欸。看不懂，斧头把它砍下来不行，它这个会不会跟之前的东西是一样的？应该不是吧？出刀，还是说要再按一次这个？还要再跟之前一样吗？该不会还要一样吧？
刚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还是我记错了？上面两个，下面一个。上面两个，下面一个。然后这样子嘛，是吧？我按错吗？没有吧？比如说这个在这里，实在很懒得画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个在下面，下面两个，这边两个，这边再一个。这边两个，这边再一个，然后上面两个，好像没有错，但是没办法打开它。缺了什么东西？缺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缺了什么东西？桌子上的圆圈叉叉。按照刚才的惯例，这边会出现死亡结局。我觉得有可能会有。桌上有圈圈？嗯，哪里有桌上有圈圈？搞不好等一下就会有东西出来咬你了吧？不是咬你，是咬我。被咬！我要被咬！这边五个。缺了什么？又写缺了什么？就是因为缺了什么？哦，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！这样子砍啊，这么超级不明显的、欸。我们又进来了，拿了一张方块五，把你头砍下来。我们有了方块五，方块五能干嘛、啊？卡片。哦，有了！原来这个是用在后期的啦，这个东西是用在后期啊。对吧？没有错的。开始要整形了、啊，整形整形，整骨整骨，我好像弄错了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放这里，别这样。有了骨牌，我、哦、东西好多、哦，可以干嘛、啊？一二三四，红心 A， 缺了老头的爱，合同的形状，那也太难了吧？桌子上面的圈圈叉叉。桌子上哪有圈圈叉叉？不太一样了。嗯，弄错了。咦，是什么？哦，箭头。上上上上左下左上上上左下左上
有曲柄，曲柄入手。八条，转，要吓人喽，来哦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下三小，我就知道你心怀不轨。啊，我已经有面具了啊。哥现在有面具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杰克的面具，啊，我已经有了，我不能自己带哦。然后放上去是怎样啊？然后呢，给你脚是不是？钉上去，对啊。放卡片在上面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耶、yeah! ，剩最后一个面具了。你做的面具多了不起！我知道要去哪里做我的，我需要一个很多力量的面具。